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来杭州了，领着俺嫂来四季青，这个是九一发女装中心最大的这个啥女装批发中心，来这儿逛逛。这个刚好是俺家二嫂的生日嘞，这是说我都不折，这是逛逛啊，他会跑啊，是吧？他都骑得会跑啊，你看他闺女。咋了呀？咋了呀？弄得给妈妈带着你坐个电梯上出个门，真是，就愿能过。你看看，那玩意儿咱这不走了，下弄到了。我这腿还可以，但我的腿不老直，不好看。腿可以啊，腿咋不老直啊？要看这腿通直过来，你看看呢？咋了？就跟拐弯的。谁他妈个不老个穷拐弯的？你看那事儿多嘞。这个我裤穿上头了。你确定？你说我带着小孩，你说我穿啥也不中，时尚身材吧，时尚不欠。想穿个连衣裙吧，跟闺女我也不方便。这几块子这围裤，穿个围裤吧。哎呀，这闺女好粗鲁啊！爸，还不像他姑。我这穿搭可时尚，裙子套卫衣，中不中啊？我跟你说可舒服，咱也不走时尚风。要是你能舒服，经济实惠是吗？中，两裤子穿上，心意我领了啊。好，好。哎，穿腿上还穿不上了。穿不上，这穿不上，证明不是因为咱胖，是因为裤子瘦。好，好，从来都你还得提前的。这么大个地方，选装都不还不好选呢。嗯。这颜色好看。一眼相中了我都，这颜色，那这颜色，绿色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还有一个小猫咪吗？嗯，把你闺女的桃子上不丢？这是小松鼠，小松鼠、小熊、小猫，好看，好看啊！试试，咦、嗯，好看，好看不？好看，这也好看哈。配色太像，像上我一样的，再试个吧。是是。他这里头老天爷的也没来过，你看这连个店主员都没有。他这那那写的领队哪？那我在一部队可错了，这一部队上我都脏了好几件了。这也可以扫。可以吗？俩都拿的。俩都拿呀。多大的？要钱不要？真正个人招待咱，咱也不知道是一看咱不是美女儿用。不要你的钱，没事。俩都要。好看。好看吧？好看好看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件是105，这件是也都是105，一样的价。哎，我买那围裤50，我想这里可便宜了。俺拿一件一件，我就穿一件，我就穿一件，那那那，转了一圈儿，哎呀，都不敢来这里买衣裳，净走上路来也不着群众。这不像俺镇上的小小店里头的，给他往哪一买去了？嗯。少选那个，我之前选那些也没有掐着合心意的。走吧，先去吃饭。行。对，你看俺嫂子啊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，妆好，丫鬟、正孩、丫女的，你这愿望已经实现了啊！一定要往后，发大财。这是严实的啊，中啊啊，干的啊啊！要是按岁数差的话，不得差死。稳住。我就正应该说这一句话。这里啊，是吧，爸？应该是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哎，十爷，没了。可以啦。好嘞。今儿个过生日，祝俺妹子以后呀挣大钱，幸福。然后以后的每场直播都大卖啊！来，吉祥话啊！来，开灯。